关心儿童保护的议题，同时佩岑本身是两个孩子的妈，所以一向是非常关怀我们家福基金会以及关怀台湾的儿童议题。非常谢谢佩岑今年特别化身为我们的护童者联盟女英雄，今天装扮其实也蛮有英雄感的。佩岑同时也是呵护两个孩子的妈妈，所有的妈妈都是英雄。好，我们接着要请佩岑跟大家分享哦，这次是第二年担任我们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收女儿活动的这个活动的代言，不晓得您第二次代言的心情如何呢？谢谢基金会的同事们，然后还有媒体朋友们，还有各界帮助我们的长官们，大家好，谢谢大家在这个非常时期还来支持家福的活动。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在对抗疫情，那这些受虐的小朋友，很多的这个儿虐事件，我们也在面临一个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知道我们受到什么样子的威胁。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记者会可以让我们很有收获，因为我们在对抗每一个外来的威胁的时候，我们都要了解它，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对抗它，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治疗帮助它。所以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到现场，我也很荣幸可以继续担任，已经第二年了，担任代言人。我觉得我们除了当自己的英雄之外，要把自己强壮起来才可以当别人的英雄。所以再次的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然后也一起对抗我们现在面对到所有的疫情，然后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健康的度过。佩岑跟家福基金会啊，都一直很关注儿童保护的议题，可是你看今年我们刚刚公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看得出我们现在的儿童保护意识还有儿童保护的能力其实还是有待提升的。佩岑觉得站在我们大人的立场，我们可以为孩子做些什么呢？其实我自己是妈妈，然后我很感谢家福基金会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透过了实际的接触、了解、调查，让我们知道更多的数据，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面对到什么样子的危险，那孩子们在经历过这些危险之后又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刚刚分享的数据让我们虽然可能很惊讶，甚至可能很痛心，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好像我们面对病毒一样，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对抗它。所以很感谢家福一直以来不吝的在告诉我们，然后在让我们知道不一样的世代、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孩子在外头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风险。所以很感谢家福的分享，由于这样我们有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些孩子。那我觉得心灵的创伤是很难去解释的，然后我们要帮助他们的程度可能也是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们的未来。所以很感谢大家在这样子的响应之下，我们让更多人知道现在的孩子需要什么，然后他们面临到什么样子的危险。刚刚佩岑也提到现在非常时期是防疫期间啊，真的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但在妈妈的立场，平常对于这个防疫上啊，还有怎么保护自己啊，有什么特别教导孩子怎么做吗？我自己也都一直在学习，但我最近发现其实真的可以跟孩子聊天，把我们害怕的事情也跟他分享，但是我们自己要先理解到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恐慌了，他们会更加的害怕。就好像我在跟小朋友解释病毒的时候，可能他听到我们大人在谈论一个病毒，他也会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我就把他坐下来，好好的跟他说病毒可能是怎么产生的，然后现在科学家医生们在研究这个病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防疫它。所以现在孩子比较没有那么恐惧，然后他也知道戴上口罩的重要性，然后回家我们就真的会一起洗手。现在我家两个小孩子洗手洗得非常的正确，哇，一定，而且一定要搓到20秒，我跟他们说不知道20秒多长，我们就唱歌，唱一首歌就大概20秒的。其实我都真的是唱很简单，比如说生日快乐歌啊，或者是小朋友喜欢的 ABCD 啊，就是跟他讲说唱完然后我们再唱一遍，他们就会慢慢搓慢慢洗。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让小孩子保护自己的方法是跟他讲开，告诉他他现在面对到的是什么，那个妈妈也会很怕，但是我们面对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然后是在一个很欢乐的情况之下，很轻松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听得懂。而且我觉得当他们真正了解到，他们意识到他们面临到的危险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没错，好，大家要谨记这佩珍妈妈教大家的唱歌洗手法。大人也可以洗干净一点。我们要请复仇者联盟的女英雄帮我们拿这第二期代言，用来帮我们说女儿。还有佩珍一直非常关注的活动，那佩珍也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活动的支持，希望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奉献大家的爱心，奉献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帮助受虐儿走出阴影，同时一起来做好预防的工作，避免遗憾再次发生。好，除了担任我们用爱包围受虐儿收纳五件组，这是我们今年家福基金会的年度义卖品，请佩珍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好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年度义卖品，这个是家福基金会跟猫爪爪一起推出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赞助商，我们有这个买一送一的餐券，所以请大家多多响应，多多支持。那我就是跟他拍张照，跟孩子拍张照，让大家可以捕捉这个画面。这个认购每组是428元，而且也会附赠刚刚佩珍提到的巨肥海盗吞吐锅买一送一券一张，有效期限是今年的4月13号到6月24号。我们也非常感谢巨肥海盗吞吐锅是第三年赞助响应家福基金会的活动了。好，两个小孩，呼应佩珍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因为是在防疫期间，所以小朋友的口罩就戴好戴满。好，非常谢谢两位。两个小孩，呼应佩珍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因为是在防疫期间，所以小朋友的口罩就戴好戴满。分别代表帮助抚平受虐儿伤口，以及支持孩子成为勇敢小英雄。另外有加入儿保好邻居这个牌子，期待社会大众可以关心我们的儿少小英雄。而我们呢，也都是护童者联盟的一员，给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有任何需要，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家福的专线0800078585，0800078585。好，大家看着前面哦，露出最美好的笑容好吗？还 OK 吗？好，那么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捐款管道现在非常的多元，您可以透过家福基金会官网线上捐款，同时也可以透过 7-11 iPhone 还有 Line Pay 接口支付，里面会有公益捐款这个项目，我们选择家福428义卖品就可以认购我们今天特别推出的旅行用五件组，还有巨肥海盗吞吐锅买一送一券，是大家休闲的非常好的选择。好，非常谢谢大家。接着我们请佩珍联盟加入复仇者联盟。好，请大家来比个超人的姿势好吗？来呼吁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主题，让大家一起加入复仇者联盟，请加入复仇者联盟。我们看。我们看一下这边哦，来三二一，这里。台前，让我们的现场媒体朋友可以捕捉到大家最完美的画面。对吧？小朋友很嗨，大家都要拿出跟小朋友一样活泼的精神，一起加入我们的护童者联盟。好，非常感谢。很多电子，里面好嗨。左手边。
这边。